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再过半个月，2020年就将过去，没有球迷助威的欧洲足坛完全变了模样。不过超级巨星的发挥依旧出彩， C 罗、莱万多夫斯基、孙兴民、哈兰德等人保持着稳定的进球效率。这一年欧洲主流联赛的得分手如何排定座次，我们圈定欧洲五大联赛西甲、英超、意甲、德甲、法甲的球员，统计2020年里他们在联赛、欧冠、欧联、国内杯赛的总进球数，注不含国家队。进行排名，皇马的本泽马、切尔西的哈弗茨、切尔西的维尔纳、埃弗顿的勒温、巴黎圣日耳曼的内马尔都是打进19球，排名15至19位。内马尔123分钟一球效率最高，排名第15，本泽马173分钟一球，这五人中效率最低，排名第19位。第14名是沃尔夫斯堡的魏霍斯特，34场打进20球，每143分钟一球。第13名是韩国巨星孙兴民，37场21球，每137分钟一球。第12名是安德烈·席尔瓦，33场21球，每120分钟一球。第11名的伊布，30场22球，每104分钟一球。第10名的哈里·凯恩，29场22球，每104分钟一球。来自利物浦的萨拉赫，各项赛事41场打进23球，排名欧洲射手榜的第9位。第8位是曼联的中场必费，40场攻入23球，每137分钟一球。必费也是 TOP 10得分手中唯一的中场球员。第7位是巴萨巨星梅西，41场24球，每152分钟一球。在西甲，梅西今年31场打进17球，近十年的最低谷。第6位是巴黎圣日耳曼王牌姆巴佩，33场24球，每104分钟一球。第5位是拉齐奥的英莫比莱，36场31球，其中意甲30场25球。第4位是国米的卢卡库，44场33球，每106分钟一球。第3位是多特蒙德少年哈兰德，32场33球，每73分钟一球。第2位是尤文巨星 C 罗，36场39球，每81分钟一球。其中在意甲， C 罗26场31球，每73分钟一球，排名榜首的毫无悬念。拜仁前锋莱万多夫斯基今年状态极佳，如果金球奖不取消，莱万大概率是金球先生。波兰射手代表拜仁，37场41球，每79分钟一球。其中在德甲，莱万24场28球，每74分钟一球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